喂，你好，我给咱救援的，咱是什么车？哦，我奥德赛，我看见了，老款的，看见了，在华人玩家对面，看见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啊，到了啊，好好好好，到了。没油了是吗？不确定是不是没油的事儿是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说啥，师傅哈，我在这趟从来没加过，加了个那个氢基碳的，网上买的。嗯，我估计上完这个到根儿了，剩了一点油了，可能就是那个最后一格格油，马上都黄灯了。嗯，他才出这问题，早上才出来这问题，知道吗？但是我刚才从那打着一直走着开，走一段挡疼了，走一段挡疼了，知道吗？就是油跟不上，油跟不上。我刚才停了，它燃了十分钟，知道吧？能打着，就是走不起来，有时候啊，走不起来。他走一会儿，嘣就给你嘟，走个几米，走个十来米就停到了。刚才一点走不动，知道了吧？是咱那个油箱，我估计那个油得稀释一下，知道了吧？是不是那个东西？我猜是那个东西是不是太浓了？不是，啊、嗯。你现在你加上那个清洗剂的时候，里头已经没油了，是吧？有一点，那是前两天加的，就上一次上一箱油加的，就这箱油加的剩了一点了，这烧完了，这人的，知道吧？就是加完以后就有一箱油我加进去了，知道吧？钥匙我打一下试试。哦、刚一打都着，知道吧？他这一换棍儿，他就，哎。他这你停一会儿他就好了，知道了吧？停一会儿就好啊！你开一会儿他马上就不噔噔噔骑到那儿了，知道吧？这不是油表灯还没亮呢？啊，油表灯还没亮呢。哪个油表呢？我说汽油，看骑了吧？哎，没骑，而且油加不上，等一会儿你再加，他就骑了，知道了吧？一直没有过事儿，这车我也没开多久，才二十来万公里，知道吗？剩个油根了，你看油就剩那一点了，知道吗？油脏了是不是？是吧？油路脏也有可能吧？不是。那是啥原因？我觉得是汽油泵上油不太好了。啊，就汽油泵。嗯。那汽油泵是不是要清洗一下，是吧？清洗白搭。为啥？它是上油泵油不好了，并不是说脏了，对吧？换个泵。对。那泵不是好着的吗？它一发热，上油就不行了，知道吧？那个泵贵不贵？先看它带的有油没，加进试稀释一下试试。你先要不把这油先加进去，把这钱付了，是吧？我觉得跟油少没有关系，知道吧？是不是啊？嗯。那你说现在这能走了？要不在这？你看这会儿它因为停的时间长了，二十分钟，这会儿好了，知道吧？哎，四十分钟了，在这儿，这会儿好了，但一会儿就不行了，改，不行，就是这一次，知道吗？不行了，打不着，这打不着了，就等一会儿，等一等，他就这样子，只能走一会儿，知道吗？着不了了，不行了啊！嗯，跟你说，就是一会儿，每次都是这，我也从十点多到现在了，知道吗？你说悠到现在了啊，悠到这儿了，我从那边悠了两三公里吧，我想悠回去，悠不回去了。油还不好，油剩了一点了，你就把胎压再来油先把油先带了，没事，看他咋弄，一会儿轰他弄不好，这轰给把那个油，我说油路脏了吗是啥？不是，我没有这经验，知道了吧？你带那个啥了没有？汽油啊，嗯，带着呢。那泵嘞？泵没带。那需要汽油泵吗？等会儿，我现在再试一下。要不泵的，要不泵坏根本不是个三分钟，一下就没了。泵，它这啊，它。哟，后边拉满了东西。啊，拉了一车东西，你准备咋弄是吧？汽油泵在这儿呢，知道不？我得。我操！他这种情况啊，
八九不离十就是汽油泵。嗯，工作不好，有时候能打上去油，有时候他就不工作了，打不上油了。对，那你说这咋弄？我把它卸下来。现在弄的话，就只能换汽油泵。在这儿能换吗？在这儿能换，是能换。但是得拆，这在哪儿放着呢？在这箱子底下。啊？箱子底下。在这儿的箱子，这个也要拆吗？还是？对，这东西这个座跟这的东西挪了。光把这个座现在用吗？哎，不是。这个座往前后头要卸掉，在这儿底下你要把这箱子搬走，把这的箱子搬走就行了。我问你，你现在需要不需要换？肯定得需要换的。那个旧泵得多钱？你先问我，我给你查一下。啊、嗯，那是不是要那个油？我要不加的话，是不是就不给你那100块钱了？可以不？给。为啥？你看呢？我油是给你打的，啊、然后你、啊、对你得加进去，然后给你检说清楚问题了，我知道吧？啊，换不换是你的事儿，知道吧？换了嘛哈。对，那个油泵就是换好，啊，配件加手工一共熄火嘞，熄了，一共是850。你确定是那个毛病是吧？100%是。那你让他，我问那个师傅是吧？你问那个价是850了吗？他给我说了那啥呀？谁？哪个微信？啊？哪个微信？我看看。救援部的吗？那个有货没？那个？有货。啊？有货。送过来多长时间？送过来得一个多小时。在哪儿呢？在玉祥门，玉祥门他绝对一个小时送不来，我那啥过，最低得一个多小时。我说怎么样去取一下，到了吧？你取，那你来回也得一个多小时了。我要送过来就得一个多小时。不是，他一个多小时能送来不能就是问题的。我那天是修车，能送来，三个小时都送不来，能送来。你那我在这得等。你肯定得等吧？那等你们是送到你们那里头，你再过来一次。对啊。是不是啊？嗯，那我这车给这儿能停不能？能停啊，啊咋不能停呢？停不了。有啥标识可以说一下？警察来了说咋的？你现在只能盯着啊，你别的挪不了吗？不是你，警察来说了，你们遇到警察咋说了？不是，警察来了，你不是在车上等着吗？啊、嗯，警察来了，你人在那怕啥呀？如果车坏了，现在打不着吗？救援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来了，啊、对呀、啊。你就是停路中间，我打不着也走不成啊。啊，是这你能保证一个多小时能来不着吧？肯定能来。不是你这保证，你用不用我去叫个人把车配件取回来？不用，我已经不相信他们了，知道了吧？不用，肯定。那天等了四个多小时都没来，知道了吧？四个多小时。真的，他们要集齐所有配件才送的。你先问好的，你要问好能来，我就在这等，知道吧？你说保证能一个小时多能来不能？让加快点行不行？给咱消哎，肯定能来，叫个摩的，叫个摩的。他是叫摩的，但是他对方他那啥，他不给你来，知道吗？我给你单叫摩的，肯定能来。哦，嗯，最低多少钱吧？你再说，再给你850，所有费用吗？你都给过所有费用？我给了300了，已经。不是你那300，跟我这儿真没有关系，知道吧？就除了这300以外，我现在再给你850。还有那200呢？那这包括那啥了吗？嗯，你的修理费包括这里头去了吗？你这那泵没那么多钱，你我知道多少了？那200你知道吧？那200是啥问题？就是说我过来检测，出来任何问题了，然后把油加上，那油肯定是你的了，啊、知道吧？这那你然后那是那200的费用、嗯，知道吧？不是，他说你这850这里你还有工费的呀。850，我含着是换汽油泵的工费，知道吧？我知道那个，他说的里头不含油嘛。他说的是，配件离子加配件钱不含工费钱，他给我说的嘛。救援的时候，我跟他登记的说好的嘛，知道了吧？你一说定，咱收了就不用麻烦说过的事儿。对你问他，你问他，他、嗯、不接电话吗？这会儿知道了吧？他收我500，他说你光加配件费、修理费都包括在内了，说好的，知道了吧？那人打不通电话呢。对。哎，这
那是平台还是啥？还是你们公司来着？平台，你在什么上面找的？百度呗。哦，平台。平台收那二百万，平台收走了，是不是？这再是你们的钱，知道吗？啊。哎。你要是现在咱磨蹭啥，你先送，知道吧？平台就要收300。啊，那打通那电话再说嘛。你先送，肯定要收的嘛，是不是？不行，你就你在这等着，我去取一趟。太好了，你能取回来，没问题吧？是吧？肯定啊。谢谢。那你在这等着，我去取。你真是取了啊？我必须取啊。啊。咱俩就我刚才给你打那电话，你我看。我这等多长时间？我这一个小时。12:45。啊。我估计一来回我得一小时二十分钟，估计得。那不能长吧？堵车，这两天天天堵车。我从这儿走。2点。对。啊，就这意思。从那差不多，差不多得2点左右了。嗯。那我等你吧，这。等吧，嗯。那我赶紧去，拿了回来赶紧一换。说好了啊。肯定说好了。那你帮帮我饶点，咱俩就算了呗。你这一说你，我收了的给了200，你饶点，咱俩我也不找他了，咱俩一说。不是，你。你多少钱吧？连那200加了，你给我给你多少钱？肉一点就行了。一共1000块钱。900，不说了，950不说了。900块钱，你直接你我一会儿给你，你就拿过来就行了。950，你把油给我加上。我还得去拿一趟，哥哥。你把油给我加上去，啊？950，真900。950，我还跑专门给你跑一趟，我那我。你快去吧，快去吧。950，950。那等我，我现在赶紧去拿。啊，这个油泵呢，咱们已经拿到了啊。这是它，这是个船的形状，知道吧？底下是横过来的，放到油箱里边。这个油箱不是这油箱了，这油泵，这几天加班加的沧桑的很啊。啊，那眼睛睁的红了都。三四天没怎么好好睡了，因为年底嘛，活太多了，手里堆的全是车，全都得给人交出去。这个油泵拿货，咱拿货，你猜多少钱？这个是品牌的质保一年，咱们拿货是加上运费合下来300多块钱啊。我没过去拿，本来想过去自己取呢，然后我店里还有事儿，我就回店里了，直接让人家叫的摩的送的。单独叫个摩的送过来50块钱，然后现在咱们过去给他装好。咱们现在往回走，马上到，给车主打电话。我现在往回走着呢，马上快到了，你把后座的东西挪一挪。行，好的，我现在都搬。你把座椅上东西挪一下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没事。在车里，等会儿弄完了我给你加上。解一下锁。可以。就在那底下了，是吧？对。有点这个冲突。我把前座是不是要前推？前座往前推。到头了，可以。我把这个再抽起来。这个车还没推到头了吧？也推到头了。到头了。够了，这地儿。能够着不？可以。这个换起来快吧？快，啊，快！10多分钟完事儿。啊？10多分钟完事儿。哦，那就，没想到油箱在这儿的这个油的。对。哎，掉了螺丝是吧？没掉，没掉。你像你跑这么多万公里，它都肯定脏。20多万公里了。对呀。啊，油耗和这也有关系啊。对。
是不是还要调的？不用调。有一点，它就是个滤清器包裹着油泵，啊，就这个电机是吧？对，跟这个电机老化是行的，嗯。油泵，你说油泵我知道，这以前的车好多油泵，都经常换油泵。对。这个配件的是吧？对。这个还不全乎。这个是那个管上面的。哦。这车上得先打着一会儿才能哈啊。对。再扣上啊。嗯。可以。我让它供一会儿油，肯定。对。你都是空的，你这。嗯。我看漏了。声音倒顺畅了，对，它不颤了，知道吧？你油路给的蹦的猛了啊！对你给油感觉一下都不一样，这给油感觉畅了，感觉更利了啊！这油耗也会下来，是吧？对。OK。好了，那我他妈这个头，对，可以拉了。我把油给你加了啊！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没有那么长。OK。我把那个钱呢给你转了。直接扫我微信就行。咱俩没加微信啊，没加。950。对，你直接加我个微信一会儿。啊、哦。有啥事可以随时微信联系嘛。就是，一会儿加一下啊。对。有修车的，以后这你可以在外都可以哈。对呀、啊。远就在西安市哈。你整个西安市，你出了西安市，只要不远，你随时打电话联系就行。好、哦、的，这最起码还得先。哎，是吧？什么？啊，不是不是，我们修车了。
啊，有点像他的，不记得，刚走了知道吧？刚在这儿他走了。好，过去了。哎，好的，好。行了，这个你我给你扔了，你甭管了。行，这个是没问题的，肯定没问题，你放心。在跑路上我再打你电话吧。对对对，好，走了啊，嗯。修这个车呢是腊月29，那是28，腊月28的时候，他那车啥问题呢？他一开始叫的方式不对，他又要的汽油，自己也怀疑不是汽油的事儿，汽油也油表灯也没亮嘛，然后他顺便加了一个检修，所以说费用用的高了。嗯，去了之后试车。可以确定100%是汽油泵啊，当然如果说不是汽油泵，咱们担责的就是装上不好也是白搭，钱也不能收，还得继续找别的问题啊，所以说必须得判断准确，这是一点。然后就是盘下他那个车能就是说看他一共花了多少钱啊，他的意思在平台交了300定金，然后剩余200是100块钱的汽油，然后100块钱的检修，相当于交给平台那300呢，也带着检修费呢啊，所以说这是500，然后反正加上平台300，加上950，他一共花了是1250。咱们盘下，咱们能挣多少钱？950，100块钱的汽油，那是再加上。当时汽油泵加上运费的话，下来喝到300多块钱。当时300多块钱再加汽油400多块钱，也就是能挣500块钱啊，相当可以了。因为当时是年28还是29来着，28应该是28，记得清清楚楚。当时调配件有好多都放假了，还是单独让他去叫的，然后。单独叫的一个摩的啊，当时说了摩的本来想自己去呢，叫了摩的，摩的费当时要了是50块钱，平常的话单独一趟摩的跑过来是40，然后当时跟我说的过年嘛，我说行无所谓，咱们你高都是为了挣钱嘛，走那么晚对吧，正常的，所以说你觉得这单怎么样？行。